很春天的感觉。对，我开春天，好吃，开春第一个推荐。这边的话主要是要就是先来见习啦，今天的第一个会议主要是来见习，然后了解一下大家整个会议流程是怎么进行的，然后之后比较好方便去运作。那也希望之后可以在议会找到就是志同道合的就是同事，可以跟我一起推动伙伴，这样子主要是这样子。那议员有想要说，跟同事合作推什么样的一个议案吗？主要是像就是我们主要的新专区的方案这样子。主要是想推动这一块，然后当然这个是比较稍微比较受到争议的法案，所以我们希望是跟同事多多了解，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推行。议员今天有特别打扮过吗？没有，就是今天就是穿的平常会穿的衣服来，对，很奇怪吗？不会。好。